这不清一色呀，清一色，清一色不是目前没上听呢吗？你可能糊的糊吧？过。 6万，八位，好吧，不要，差一点点啊，差一丢丢，他怎么生了呢？九饼，九饼要不起呀。 关键是后边来小兵了，正好那个 Q 技能没打那卡特，打小兵身上了。我们胡肯定是必胡了，这指定是必胡，这八条都没人要的，这后边指定是后边六张有八条。快点的，你胡了，我也胡。 这怎么都糊了？快点的，还让不让人糊了？剩两张了，完了，怎么学了一技呢？完了，没糊上，我操！ 完了，没糊上，但他没停牌，不玩了，赶紧的，我还要杀卡特呢，磨磨唧唧的。我既然有着温暖就好。 药来，这是有点过分了啊！想前期就想单杀我剑圣，兄弟，麻将打不了，一把时间太长了，这麻将。我估计这塔皮我们应该吃不到了。 起飞了呀！起飞！虽然我们家现在是5-4-1，这把我比较怕什么？我比较怕这狗熊，别的我不怕。走，我们上去。完了，我天哪，够呛了！这么猛的狗熊啊！ 我们得赶紧过来啊！哎呦我操，600！你一个铁男让狗熊打成这样，兄弟！ 哎呀，太难了，这。
中路塔皮还掉一层。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要干克就肯定就损失一波兵。我一个 Q 跟你回到家。哎呀，这补刀真难受，赶紧吃了它。中路出现了密室，还追呀、小胖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可能没到我追你的时候呢，我不用你在那跟我亮牌啊，该我了。该我了，该我追你了。搁这儿呢吧，我估计。三二一，出现！抓抓抓抓抓！到我了吧？嗯？对，给我卡一下兵线，婉豪。哎，婉豪怎么才四级呢？婉豪，狗熊死了，可以回家。下路居然是积木辅助，积木辅助能打得过婉豪辅助啊？这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先来个小攻速，这波中路收完线，我们去下路赶他一波。把德莱文跟那积木都收了，尤其是这积木啊，七层美甲窃魂卷，那肯定是不行。好，小胖子也搁下路呢，这波呀，这波是一箭三雕，往下给我走来，这里头明显有眼儿。但是可以干，我马上到，游戏结束了，全死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杀的积木，谢谢。让人头，哎呦我点赞啊，点赞，啥也不说了，点赞。小胖子，我回来！咬你一命！我往上走了啊，可以打！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赶紧上去掏！这个铁男，我们这辈子也别去帮他啊！这是一个。怪物，你这辈子也别去帮他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个怪物。
赶紧回中，我很急。打个红去，反正艾克尔不要，走打个红。这卡特除了就会宰中，就会宰中，再打个鸡吧。只会推塔。赶紧再去一波下路，赶紧再去一波下路，他俩只能还得约。有蘑菇没关系，挡他的致盲。哎呦，开大呀！我突突，里头居然有个弩弩。我都佛了，你说俺们家下路就一个人，你还在下路蹲。登陆二塔。先去打个红去，我去野区扫一圈。不用你减速，我没用，就一刀。就一刀，没用，跑肯定是跑不过我。小龙打一个，这努努要上哪去呀？狗熊来了。积木，积木，啊，积木，哎，太能跑了，念咒，我死了，那德莱文都活了，哎，演播唱可太烦了。这可恶的积木，刚装备不太好，差点装备没有收集者，积木下波没闪，把他杀了。艾克是小戴呀，我一看呢，这艾克。可以上，这波可以打，给我追。
漂亮兄弟，三杀 ，nice。完了，甩大了，回头抠，这里头有那啥啊，这里头有蘑菇。这把我决定出一个水银。往这儿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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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这儿走。你给我下来，还要上天？赶紧过来，我到了，可以上。这积木，我他妈把你杀了！这积木怎么打人那么疼呢？主扣的呀！哎，这强攻积木打我真疼！那积木把我杀了，他好疼啊！他打人，致盲吹箭，毒性射击，中蘑菇。这艾克等级好高啊，而且他还让我人头，这一看这就是个小赛。我单独跟这狗熊打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他呀。应该差不多，虽然我们是这种收割剑圣，不是那种攻速剑圣，但杀个狗熊应该问题不大，只要不让他先打着我一套就行。哎，积木来了啊，我把你杀了，积木。这里头是不是有雷？打大龙啊，打呗，可以打。
不，这是什么虚区？虚区好高啊！麦克的等级有点高，没跟你说是小戴吗？那等级比我都高。我把这积木杀了，漂亮，杀就杀的积木，放一排雷，我出门了。啊，布甲鞋不行。